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开箱的是 Portal Games 的 Dreadful Circus， 这个是非常适合万圣节来玩的游戏。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玩家是各自扮演一个马戏团的团主，然后要弄出一个最吸引人的马戏团。那说明书才八页，非常简短。Tokens， 不错。然后有一个放 token 的袋子。卡牌还有秀，下面是没有吧？对。先看看那些啊，这不是秀啊，这是盒子，要拼成的。那待会再又拼一下，这个才是秀。背后就应该是对 reference， 这个不错，因为后面就一样的，就只看这一面。还有双胞胎，卡牌的话。我们先试试能不能拼一个这个东西，两个红的。OK， 这个其实弄起来挺简单的。就下面有两个洞可以卡一下，好吧，这样好像有点太薄了点。经常在桌上移动的话，这其实挺容易坏的。那本体就大概是这么多，不过因为我是参加了他们的 pre-order， 所以多了一个 promo， 这个也本来就算是一个小的 expansion 吧。那基本上就是有四张这样的牌，然后规则在这里，一页的规则。那今天大概就是这么多，我们下次再见。